这些芒果每一个都穿上小衣服了，你看，像白裙子似的。对，这就是套在技术，主要就是防虫防蚁，防止它擦伤嘛。穿梭在果林里，对，真是有一种收获的喜悦。好，什么时候可以吃呢？先摘，先摘，先劳动。对对对对，那我给你们发放一下那个采果的工具。哦，一把。好好好。您得教教我们。您得学学。你看。 第一节我们要从这里剪，然后再两厘米左右的地方再来一剪，哦，这样子，哎呦，对，就剪，然后第二节往这里一剪，嗯，最主要的是这个把不能断，断了它就会流胶，你想这个狗面的，啊，你不好吃了，也不方便保存，你想卖相，就卖不到好价钱了。好，这个有点小吧。 这个可以的，也可以，这个可以的，可以。鸡蛋大小以下就不行。哦，鸡蛋大小。对。那咱们这棵树应该都成熟了，都可以摘了。这棵树品质很高啊，感觉。对。嗯。2厘米 ，OK。 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学会了。那学会了，我们来组织一场摘果比赛，怎么样？行。怎么比？怎么比？您说。谁摘满10筐，谁就赢。10筐。啊，我们分成3组，我找两个摘果的能手，给你们组合。刘大哥，我能和您一组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的。这两个都是摘果能手。哦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我已经和刘大哥一组了。好，那我们俩一组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我们两个下面那一组，好，可以。 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刘大哥，像您说到家里的70亩地，能有多少棵果树啊？大概就是2000多棵吧。2000多棵，对，我们是标准的4×5的行迹嘛。刘大哥，那像您这70亩里2000多棵果树，收获的时候您也得雇人来采摘吧？我们都要雇人的。 要不一个人，包括自己家人，肯定忙不过来呀。根本忙不过来的。个儿多大呀？我们已经有1筐了。啊，我们已经有2筐了。啊！没，先给他们来个虚张声势。现在没有就熟到就已经能吃的那种是吧？现在这个品种的话还没有。 哎，这种干农活的方式真的是很开心啊！来，你再来一个，来，哎，姐，哇，这个漂亮啊！你姐，下面你就拖着下面剪，一个一个剪放。好好好，哎，你们剪到这个的时候是不是会很开心？这个对，很开心啊，对吧？哎呦，它这一个枝条就结了4-5个芒果，一个芒果就得2斤，对，1斤半，4个就得6斤。啊，这个那算是这就高产了吧？高产，我们最高兴了啊！ 大哥，怎么称呼您啊？我姓傅，有多少亩的芒果树啊？我家有大概30多亩、40亩左右。哇，那很厉害啊！没有没有，因为以前我也是在外面，然后自从就是我们这边开始种植这个生态芒果，我们都回来。您又回到了家乡，是吧？回到家乡也想给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是，其实很多人就是到了外面以后，然后如果自己家乡有好的机会。有好的这种产业，还是愿意回到家乡啊！对，是吧？嗯，对，是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挺累的，对吧？嗯，哎呀，还挺累的。加油啊！加油！一半了。哎呀，好。10筐啊，努力哦！加油！10筐了，嗯。 对对对对对，你都相当熟练了，现在，是吧？啊，谷老师，你们几筐了？离10筐不远了。<笑><笑>我们最后一筐了。啊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不可能，我不信。<笑>哎呀，小心一点哦。<笑>哎呀！ 加油！
哎呀，真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啊。老师，你的速度非常快呀、啊！都满了吗？满了，满了。那都差不多，我们就把它运到包装场地去，打包装箱。好的，我来背。你不行吧？我怎么不行？我行。你行就你来。太重了。没事。小心一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奔向那个马路那里哦。哇，这个好沉啊。是吧？对。好，没问题。以前没有背过吧？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了。哦，你背上了。我背了半筐。哎呀，背芒果的感觉很幸福啊。这收获满满。这就是收获的喜悦。是。哦，放到车上是吧？直接放到车上就可以了。哎，还要倒，我也来。哎呀，啊，好重！来，老师来，没事。好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哇，这一车丰收的喜悦，满满的收获，这能有多少芒果汁啊？这样，哎呦，再见了。再见了，这是我们亲手摘的，舍不得。对，等一下我亲口吃你们。